那我们要讲的是，刚刚我们挂主持人是讲受力酸马节，那接下来我们讲不受力酸马节，我们来绑细绳。不受力酸马节呢，我们一开始在短边在左边，我们做一个反手，哦，就一个圈圈一个绳耳，然后搭到长边这上面来，然后短边它自己的绳尾绕过这个耳朵，然后穿进来，然后拉住。用力拉，它就拉紧了。然后呢，再拉长边这一边，它就会被拉过去。所以说呢，它是属于不受力酸马节，所以说它可以动。受力就是它有自动摩擦力，所以它不会动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拆很容易拆，抓住这个绳尾，一拉就开了。OK。